好说。来试看看。稿子。走开！他挤我干嘛？你看他，你看他，走开呀！哦，那很奇怪哎。那个国外还是帮我看起来，那个脑子怪怪。对的，我在帮你。你那个队友脑子怪怪。那是被雷打到了。怪怪的呀。真是盖了。啊盖！哎呦，盖去哪？没见。一直往前就对了。啊大哥，你哦，他生气了。哇塞，我撞他生气耶。啊，不是啊。哥没水啊！这里啊！哦，不气死我了！这水妈的，谁？他砍那么多木头不砍矿？我这个也是，他只砍木头。不是，你搞他！搞他气死啊！大哥太多木头了 ，Hello 机器人。我的也是。是啊。你不要怪他哦。我的这一只脑子也是怪的，这只脑子也怪的，木头都够啊，一直在给我砍树，在矿肉我砍，啊，飞去那边干嘛？哇塞，你给我，哇塞，哇这一只，哇塞，哇塞，全砍，全砍木头，矿壁。我把这斧头用掉，还生气，哇塞，脾气还真大。烧起来，大哥你去哪？他完全不管的。是啊，那次坏坏的、哦。你真的没有矿了啦？我们这边的矿也很缺。不要说他，我这么也是。那、啊、你把他斧头拿走回家。不想。没关系啊，我就让他砍完，看他怎么办啊。就跟我去砍矿啊！哈。砍完，砍完要去换的。不是吧，大哥？哇塞，这个机器人。那个也是只砍木头。哇，机器人是不是有被那个打过啊？然后砍这么远，是吧？没错。然后就不动，那个宕机呀。啊，没错，给我砍那个。没错，给我砍那个。没错，去给我砍那个。气死我！我斧头用掉了，哎，我来吃，哇塞，吃什么啊？主人在等你去给他砍树，不是砍木，砍铁矿。我还在砍，哇塞，这只。哇塞！他给我挡在那边，气死我！呀！看这东西。哎、欸，他跑去哪？跑很远。我都不见了、啊。我都在那。哦吼！他只砍树而已啊！他就说他没树了。你的也是啊。我的也是。我跟你。
然后我现在超缺矿，害我都要自己扛。啊，他在那边发呆，气死了！你说他这是什么气？矿我又要砍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自动 AI 机器人吗？哎，我现在你还输你，看他，他发呆欸，大哥，他发呆。哎，你比我快欸。又缺矿，你不气死我？你不是缺矿就是缺。不缺什么？好，你还不缺什么？哎，怎么这样说？啊，又要晚上了，模式要晚上了吧？啊，我快撞车了！林子，撞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嘿，撞！快点！呀，啪啪啪啪！我竟敢砍矿，我求你了！你拿斧头给他那个砍。哎呦，又着火！完蛋！没有那个。不知道。木头是不是一堆？啊哈！啊哈！我把树砍住了，还晕死啊！要没了！大哥，你可以帮我砍个矿吗？砍矿给你100分。硬要把它斧头给拆掉。你矿就把你堵在了。我赢了。喂！哎，铁轨在手上，模式一点都不好。啊？前面有木头。哎，这样就没了，换一个。不好。